是新来的师弟和师妹吧？你好，我是生命科学系的谢端熙，教我小溪就好了。小溪师兄你好，我是畜牧系的周琳琳，很开心认识你。琳琳师妹，长得好可爱啊！啊，谢谢。这位师弟是？我是方玉克。啊，我跟他是同乡的，一起考上畜牧系。哦，青梅竹马。 那太好了，好什么？如果有人喜欢玲玲师妹，那赢了多年的青梅竹马，就更有成就感了。师兄，你误会了，我们只是同乡的，不算青梅竹马。那么，改天再约师妹出来玩。嗯，改天见。师兄再见。 杂货铺最畅销的辣条，这个也很畅销。请吃。刚来的，大白。我叫许杰儿，是调剂到畜牧系的。杰儿，哎，这个吃。我不吃这种东西，你给大白吧。我有礼物送给你们。大白，把那些精华素给他们吧。好。好 考大学之前，天天帮我补习吧。方雨可，是你，你都没有变，我就知道你也会考上东大。考上什么系啊？哦，我们是畜牧系的。 于可，他是叶如婷，你一定不记得我了。我是周玲玲啊，咱们三个是同高中的，不过你高三就转学了，真的很开心可以在这里遇到你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可以在这里遇见于可和。哦，周玲玲，我说也太巧了吧，我跟他是一个宿舍的，你俩又是一个高中的。方玉可曾经不是。 我们如婷啊，长得漂亮，人缘又特好，每天都有男同学写情书。我先上课了，走吧。先走了，很高兴认识你们，拜拜，待会儿见。来来来，各位畜牧系的新生之夜。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大自然的气息了？来来来，我们看看做什么样。我每天呢都会来这边陪他们聊聊天，让我展开青菜的美景。还不错吧？好臭。这个味道。我，你站在外面干嘛？ 好，各位同学，现在我们隆重清除我们畜牧系的系主任张老师为大家致辞。欢迎欢迎，各位同学，新的一届人丁兴旺，好兆头啊！我要请问各位，为什么
要读序幕戏。你说，读哪个戏 ？Whatever, I don't care。爸妈都已经帮我把未来的路都铺好了，不过就是希望我的文凭漂亮。我是调剂过来的，很快就会转戏了。我会转到东大最有名的戏——生命科学系。我很快就会在未来出道，当艺人了。不过在当艺人之前，我应该会先转戏。序幕戏好像不太符合偶像设定。看来我们这一届很多人要转戏。我们每天和牲畜打交道，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。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农民，大家如何能喝到放心的奶，吃到健康的肉呢？我希望各位小同学终有一天能找到在这里学习的意义。上次你撞的我，这次很好撞到你，对不起对不起。这就是缘分。你待会儿要去烤全羊啊？不是啊，我一会儿要表演个民族舞。哦，对了，最可爱的师妹，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吗？一会儿在台下记得帮小学师兄加油哦。嗯，尤其是你，能够看到玲玲师妹的笑容，小西师兄一定会觉得很幸福的。嗯，坐那哦，坐好。哎，你今天会去表演吗？不告诉你。哎，方玉可，这边有人坐吗？有人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坐后面吧。学院暨农学院的迎新晚会即将开始啦！是生命科学系的如婷吧？我是畜牧系的魏峰。你有男朋友吗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。挡到后面的人了，不好意思。长江，长江啊，长江，你有你厚实的臂膀。来，谢谢。问问长江东逝水，你干嘛搂我肩膀？因为你是我女朋友啊。